儿子眼睛不好，所以呢我也很注重我的眼睛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不到，我就是他的眼睛。心疼应该这样讲，因为我儿子眼睛不好，所以呢我也很注重我的眼睛。如果有一天他真的看不到，我就是他的眼睛。是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就是我希望能够把另外一只保住啊，可是试试奶料啊。看你对健康的定义是什么。他跟另外一只比，那当然他现在是放那只，他应该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他是一只眼睛之外。所以我那天才会在我们节目讲说，如果我的孩子能当兵，对我某种程度来讲，那已经代表我的孩子是健康的，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没有关系啊，人生都是有一些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训练的、练习的是我们如何去接受吧。